心爱波浪，真情沧桑，敢是注定你甲我今生今世无缘再相逢。天佑啊，食饭啊！啊，食饭啊！对啊，袂等啊。可能公司有代志耽误啦，咱先请来家。我看哦，是故意同我来食饭啊啦。喂，爸爸，是我啦，我有一件哦，真重要代志要甲你讲。哦，姑娘，什么代志你讲？你一定要提防哦，秀慧这个人。姑娘啊，莫常常哦，讲恁大姐的歹话啦。爸爸，你先听我讲啦，拄则我有听到，阮大哥叫秀慧回去哦，偷咱家的土地。伊要甲你合作一个哦，做阵的大计划。同学啊，若要甲我合作，是安怎样啊？伊毋免亲身来这个所在甲我参详。伊即卖有秀慧当利用，那也需要看你的面色。而且伊趁的钱嘛，赔本给你啊。伊是甲秀慧联合起来恶劣的钱。爸爸，为着遐个财产嘛，无我的份，你也较细腻啊，莫死搞哦，让伊别个骗去啊。好了好了，姑娘，阿细君来中府欺负你了。爸爸，你别烦恼我啦，我家己会保护我家己。我提醒你哦，秀慧的心哦，还是较我敏感，你千万唔通让伊花言巧语骗去哦。好，姑娘，啊，你家己要好好照顾家己哦，啊。天佑啊，阿素玲是搁甲你大声歹话哈？我先甲你讲哦，伊哦是最好甲因大姐食醋，伊讲的话你信唔通信呢？无啦，素玲是在讲哦，秀慧啊甲通海啊串通啊，要来刮咱的土地去予林家啦。哎，这无可能啦！虽然讲哦，秀慧的心是有靠我通海啊迄边。啊！不过伊足明理的呢，伊无参像素玲哦，会做戆代志啦。哎，有这代志啊，无这代志，就等秀慧回来问看卖就知啊啦。那是绝对无可能啦！你莫听素玲在乌白讲啦。哎，行啦，食饭啦。哎，我讲哦，若是真正有影吼，下摆我咧教秀慧的时阵哦，你就唔通暗号伊哦，啊？好啦，啊，那是假的吼。你以后吼就袂用对秀慧哦疑神疑鬼啦，啊，搁有素玲中伤伊的话哦，你搁较袂用个信啊。已经有定啊。阿伯、阿姨，恁伫搭嘴角，是不是因为我想我回来啊？秀慧，无啦，甲来食饭啊，等一下。阿伯，我有真重要代志，想要甲你参详。秀慧啊，食饭皇帝大啦，食饱再讲，快！袂紧啊，莫插嘴插舌啦。你有啥物代志吼？你做你讲。阿伯，顶边你毋是讲过，咱兜遐个气温啊、甲农地，你要互我继承？我是伫想讲，阿伯，你今哪天交互我，我得好好利用，得咱赚大钱啊。你要安怎样啊利用？我想要投资房地产，阿伯，我甲你保证，这投资哦，一定会赚大钱的。你这话是毋是同海家里人咧讲的？是吼，啊，无你来点点。阿伯，秀慧啊，你来这里糊涂哈？那伊个串通同海来骗你老爸的土地？我无啦，阿伯。我安尼做，嘛是为着咱老家好啊！阮岛上的计划一定会赚大钱，咱只要甲伊合作，一定袂吃亏的。你要相信我。阿姨，你替我讲话啦，我哪有靠你去做对不起我亲生爸母的代志？秀慧啊，啊你都联合同学来怪恁老爸啊！我是要安怎替你讲话哈？阿伯，我绝对无甲我岛上串通，阮岛上伊。好啦。
我也不准你再叫林同海剁手，伊是给你偷破野菜，嘛袂用我倒转去啉噶。阿伯，你莫给我派做人好不好？阮剁手伊个菜，叫你莫叫剁手，你听无哟？我了孙讲你比素玲较巧，原来你个同款，同款戆。假使你若是巧，就是你的心肝内，敢若有林家，无咱赖家。阿伯，你袂用安尼冤枉我。听去，我已经讲出去，后摆若搁倒转去林家，脚骨我来甲你咬死。天佑啊！丽英，我咧教囝，你点点。秀，我甲你讲，从今以后，你敢若有一家，有一个老爸，希望你。会当甲林家永远断绝关系，卡出这点你若做袂到吼，你现在甲我出去，莫去做顶来阿妈另外这个老爸。两个爸爸拢这么疼我，谁都袂瘾两个拢友好。秀辉啊，哎呦天佑啊，你敢一定要用这种口气跟查某囝讲话哈？丽君啊，我若好声好势甲伊讲哦，你这个查某囝早晚就无去啊啦。我希望你会当好好照顾这个查某囝。那无哦，早晚去要烫海过去哦，后摆你要哭，你就无目屎啦。歹势，阿伯唔肯甲土地登记给我。啊，伊唔肯哦。啊，你是安怎甲伊讲的啊？我有好好甲伊讲啊，啊，不过我开嘴伊就怀疑，是你叫我转来，甲伊讨遐土地。不管我安怎解释，伊拢听袂落去，伊阁讲。可不准我回去找你啊！秀慧啊，莫艰苦，莫哭嘛。道上知你受委屈啦，啊，道上嘛袂怪你啊。道上，我即马到底要安怎做？啊，赖上哦，拄到咧生气嘛，咱代志哦先按下一下啊。啊，等哦，赖上伊若无生气，咱再去慢慢来甲伊讲啊。道上。你莫阁叫我做这款代志好无？我记得你甲阿伯中做石磨是写足痛苦的。安尼啦，咱明仔再讲吼。你先休困，多上再阁打电话予你嘿。赖上，即久连秀仪也唔信任啦！哇，看起来吼，我无另外阁想办法咯，是无法度我赖上因的财产。你怎会一直管我？代志是变甲你参详啦？甲我参详？啊，敢是我是做主？阮做啥？讲话无算话，钱嘛互伊赚过手对吧？你当初你分是咪应该我来坐？你讲是毋是安尼？嗯。
等下即马暂时无退休的 pass， 你著继续等，等久就是你的啊。威弟吼，你酒也无人甲你抢啊。好，等，还是要等到头毛吹就白哦。哇，是路途都无三分命，还是我真正就是这么衰啦？想要得到的物件，无一项得到。啊，董事长的话，无我的话，煞然我阁抢袂到。小爷，你即摆已经有太太，过去感情就莫阁讲啊。所以，我随时会用甲离掉。太太嘛，袂歹呢。啊，伊的性格嘛改袂少啊，迄拢是因为哦，伊爱你，伊愿意为你改变。你都唔通哦，人在福中不知福。你唔免替伊讲话啦，吼，我即世人哦，无，我永远都无法度爱伊。好啦，我莫甲你讲遮，我甲你讲正经的代志啊。啊，即摆钱赚着，你有啥物计划无？若是无吼，我是建议讲，你阁继续投资房地产，即摆伊的利润上悬。当初若不是。多少也比我娶素玲，我凊彩娶一个嘛比素玲较好。哎，莫讲别人，就敢那伊小人国去咧，伊个心情有无？都比素玲好唔知几落百倍咧嘿。至少伊个客气，佮素玲正相共。我咧甲你讲正经的代志，你是有咧听无啦？即摆对你来讲，是查某较重要，是生理较重要？咱的生意哦，要做就爱做好大。我希望你去找当个人来讲，起厝咱内面。阮道山人唔听话，你讲较济嘛无较济啊，吼。我实在是对不起煞的。啊，若是迄个时阵，我会较紧伫个选举之前摕钱出来支持国产。啊，阮阿叔。伊即嘛嘛袂无甲破产，啊，素莲嘛唔免跟伊安尼伫食苦。哎呀，这里啦，这，哇，真正是阿大，不过当重要代志拢唔敢交定。清楚，我是星星，不是你想来耍的啦。星星，耍的，我跟你讲哦，星星今日跟我见面照了，哦，我实在足袂爽。来，你陪我啉。好，只要林少爷哦，恁俩会欢喜，真俩会爽，平安哦，我来安排。呀好，呀好，来。啉，星星啊，阮少爷你个安排好势。星星啊，你要去倒？伊要等去食饭啦。你毋是爱我陪你？大中。算了，你愿意陪我，你真是愿意陪我。少年，过去我足济所在对不起你，你原谅我，我会改，为着你我真是会改。哎呦，你哪个叫我少年？好啦，欢喜就好，爱叫催你叫啦。以后哦，我一个小男鬼名叫做萨莲，是不理解哦。萨莲，爱是安怎
进前你有困难的时阵，你拢无来找我，啊，你家己吃遐济苦，啊，不过你放心，从今以后我绝对袂阁予你吃苦，我一定，我听说你袂阁辜负伊，你一定爱相信我。嗯，我相信你。你相信我，啊！听你安尼讲，我实在是足欢喜的。所以，我有一间文件要逍遥签啦。阮台中若咧处理公事，若亲像你遮认真哦，迄毋知要偌好。现在来搞啥？搞啥？你要倒？哦，我要去灶卡。卖去灶卡啦，台中也叫来了。做啥啊？台中昨暗无转来。啥货啊？昨暗无转来，也毋着阁走去饮酒啊？哼，死囡仔你啊！你若做事业哦，像啉酒这认真，还唔着偌好诶？我讲要自立门户，无迄个卡怎么才会下药？当然，你先卖生气啦，我会好好考卷少爷，计卖遐冲动，想要出去自立门户啦吼。正杰，当初哦，嘛是你赞成讲台中哦去创业的哦。当然，你误会啊啦，我支持的是少爷目标甲理想。我想你嘛无希望，少爷靠你抵应一世人吧。搁再讲吼，少爷即马爱学做生意的经验搁真济，我反对伊即马就离开党。哼，照你即个讲法，啊，你的想法多加同款的哈。嗯，我跟少爷亲久变跟久啊，我发觉少爷咧处理代志也小较意气用事啦，所以我希望伊搁继续留在党的身躯边磨一段时间，来对人较好。对少爷将来卖较好。阮台中来当像你安尼，看要偌好就好啦。哎呦，成志啊，苏玲，恁两个斗三工嘿，甲台中加一个啊，甲支持一个嘿。喂，你是啥物人？你要去林党来创啥？谁人啦？我嘛唔知影，伊讲叫星星，要甲杜三咧讲话。星星，啊，这个名就干呐，小南瓜酒家，你知这个名嘛？喂，我林通爱啦。林党诶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，你好心意，你甲我强。谁呀？你讲啥？你害阮林台中来强去哦！林董诶，就算我伫小兰国陪酒，我嘛阁是一个清清白白的查甫。你林家会因为有钱有势，就安尼欺负人啊？不，啊无你就是要安怎啦？哈？我爱你林家负责。要负责啥？哈？你讲你害阮林台中强去哦？我敢那讲哦，你是咧仙人跳啦！李林家若是无好一个交代，我只好去花莲告林少爷。是的，代志不大，
大家拢会真歹看。哼，告状你去告啊！我林通海哦，唔惊人家威胁啦。素玲啊，无你到底是安怎来告这个翁啦、啊？哈，告到翁哦，去甲个大家查某咧困啦，哈。啊，大好啊，出大事啊！不过叫我这个老去收烟。杜三，你骂了无唔对，是我这个做母的唔对，我无好多甲大丈的心留伫个厝内，我一定会改，好好啊改。爸，这件代志你打算要安怎处理？要处理啥？一个手干女啦，会当安怎？当然话袂用安尼讲的哦，即马是法治社会，虽然讲伊是一个手干女，也毋过伊若坚持要造反，伊够少爷。伊无一定输呢。杜三，迄个查某若心肝也瘫痪，去到台中，台中一世人就乌有去啊。是啊，啊你大爷，你讲搁徛遮要创啥？紧去甲迄个查某讲讲的，安去娶回来。林台中，你伫个外口偷食，阿哥替你七嘴。太太，稍等一下。等。翁婿去外口找别个查某已经真悲哀啊！若是搁叫太太去处理这件代志，有较残忍啊！甚至你莫搁听我讲话啊！多少讲了无唔对，我根本无迄个资格做人的家啊！哎呦，你是咧靠啥物事啦？多少最近知影你改变真多啊！啊！唔是你唔对，你安尼哭，这回有影台中转来受超过啦。杜三，台中转来了后，你千万唔通阁骂伊啊！伊是一时糊涂，你唔通阁去伤着伊的自尊。你若要出去，骂我就好。我骂你要创啥的哈？啊！你嘛袂用常常在遐受委屈嘛？小姐啊，台中的代志哦，你去处理，我嘛袂管。是，等我来处理好势，袂有等来真够麻烦。心志，我足痛苦，足悲哀，足不愿的。麦记啊，我记得无成啊。哎，想袂到你遐搞演戏吼。这是你教的。阿少爷，你外口开查某，你拢袂想起。上好死伫酒家里面床顶。是林董会叫你来哦。你下手阁真紧嘛，知影下个是有钱人，就紧下手啊。林家的人不是遐好抓，你钱摕去，莫阁甲阮少爷搞搞定。王律师，你嘛有看到，是林少爷一直把我当作是伊心爱的人，我毋是超工要甲伊搞搞定。随在你哪讲啊？你要留偌济钱？我不爱钱。你不爱钱？你莫叫是讲我唔知你心肝内咧想啥。应该上最好你安尼尔，这个钱嘛有够你过一段好日子。我是真心伫甲伊林少爷。你比我所想的更加无简单呢。王律师，我知影林董也真信任你，你替我讲话，成全我甲林少爷好无？我无想要留伫个小南国，继续做主干阿嫂。只要你会用替我讲话，互我嫁去林家，我绝对会记得你的温情。好啊，免不安伊啊，我煞唔知影你想要接到下底有大单，我唔对。
甲林家财产比起来，这的钱不过是难赚的。不过你嘴开就想要吃大嘴，你敢吞得了？只要会当让林少爷来的话，我啥物拢袂计较。今麦有素玲这个大母在搞合作，若是够有信心这个细姨来对付少爷，以后少爷这两个母落去，一定是一个头两个大。公司的代志，自然就慢慢啊放我去烦恼。洪律师，其实林少爷嘛真介意我，伊伫高中做是伊心爱的人。我相信我真有机会会跟伊做伙。好啦，坦白讲，我心内对遐食米唔知米价少爷也真看袂起。既然你有你的计划，我嘛我会拍算。假使讲我会当让少爷爱着你，你以后真正会记我这做媒人的温情吗？只要你跟我斗三工，让我得到林少爷的心。我一定有才调，予伊听我的话。死狗，我绝对袂予你吃亏。少爷好应，但我等下一边就歹留了，一切拢爱偷偷来。你真正愿意跟我斗三工？看你的表现，才知你有够资格跟我合作。你放心，只要你听我，我一定好好跟你配合。大舅，你有要紧无？来，我去捞烧水，给你洗身躯。你要倒？我要去捞烧水，给大舅洗身躯。别，别对号。当然，代志我处理好势啊。你的信心哦，袂去顾少爷。哼，爱是要顾阿啥？你来讲啥啊？无啊，你到底是惊嘴啊，惊嘴啊？你莫遐尼冲动啊！这死囡仔呢哈，母母一大堆啊，我老的面子我下了了嘞。哦，道长啊，我是搁做啥物见笑代啊？啊，你甲我骂到袂输到了尾啊囝。啥物？去小南国酒家路耍耍的哈？叫圣旨去甲你收尾，查某囡仔代志着搁予圣旨收尾，要甲人做啥大事业？我倒啊，迄嘛是整着你啊！我你先讲啥你啊？大舅，你袂安尼甲杜尚讲话，记下唔着哈？我的代志，唔免你管啦。无啊无啊，我甲你讲，你莫讲你最近的事业哦，有一点仔小我成就哦，哈，就要甲我因出因进哦，哈，好佳哉是拢性质甲你斗相共嘞，无你早你就扣工啊嘞。你是安怎一直爱甲你后生讲到安尼？你敢有把我当作是你的亲生后生？你会让我叫你一声倒嗽，是毋是因为我是会用让你利用的机理？你为着你家己利益，完全无顾虑到时势的尊严。你是全世界上该自私的人，你知无？放下咯！你若无这个倒嗽哦，对唔你啊，有当我咧逐工穿遮水啊，习惯咧哦，夜班做少爷，莫讲遮尔好听啦。就是因为你的底毛，我才会变到连你身躯边的一只狗都不如啦！我连我家己婚姻都无法度甲伊管住。你讲，我活着这个世间，敢是真无尊严、真悲哀？悲哀哦，哈！哦，你认为讲你和阿你妈同阿死，就是悲哀？悲哀出去！要甲我赶出！你今仔日有这个局，敢讲我无拼着？莫讲甲你江山拍了，你想要甲我赶走？我甲你讲啦。你会老，我会大啦。我就是等，等你回去讲哦，你走袂走，拢是我的。你免等，我即久就要让你死，哈！免等啦，等啥哩？等，等就等啦，哈！你来，我来等。等，你唔通做梦啊！等，免甲动啦。上好是一个甲我拍死，啊若无，小等爸仔囝就要传小台啊。小台，你当作我著砍死你？等，我等，我等。伊讲的话，你无需要放在心内。我无啉酒醉，伊要活死，我都唔惊伊无命。小兰，你莫白讲话，我扶你来底休困，行啦。我跟你讲啦，
你最好是莫搁甲我呛声。你想卖生气啊？生气啊！啊，拢是你啊！你卖来吼，扶你去哦，把我活活给泡死啊！等下，啊，少爷哦，最近做代志较袂顺啊，难免较郁卒啊，啉烧酒醉讲酒话，你卖计较啊！你免听你讲话啦，囝我死的我拢知啦。其实少爷一直想要好好表现，只是等下你一定肯有机会。啥货啊？我无好机会哦，哈！你想看卖哦？你无讲话，你首长伊做呀哦，信用合作社你首长嘛是伊做呀哦，我还阁无好哦，哈！你首长伊下下咧做，也毋过权，等下你拢六条的啊。嘿，迄像好刚才我六条的哦，这回啊刚才你搭三工哦，哈！啊无房地产的生意哦，一走都了我痛苦啊啦。等下，你的意思是讲？我若搁帮少爷斗三工，你就愿意继续投资？当然了哦，你有甲斗三工，我唔得要投资。啊，若无甲这了要叫，我来甲投资啦。白老，你若无这个斗三哦，对唔你啊，有通无你逐工穿遮水啊，习惯了哦，也歹做少爷。你的路我会担啦，我就是等，等你回去讲哦，你走袂走拢是我的。你别等，我即久就要给你死，哈！你，大娘，你个亲戚好不好？你敢知影主家你在讲啥？我讲要甲杀啊！卡细声啦！你是在惊啥？我就是要让伊知影，家当是我的，我一定会讨回来。我无可能永远做伊的家人啊，嘛无可能一世人让伊饲得下较袂大汉。伊若是要出头天哦，就靠忍耐，伊愈烦愈吵，颠倒提无半项。唔免你甲我教死啦。好啊，咱卖冤啦，坐啦。饮一挂小茶。啊，免啦。唔免伫遐三百计闲话，你就是讲，你款待道上，道上欢喜，你就会伫我身躯边一世人。大中，我是真心为你好。你若真心为着我好，你就去甲道上讲，叫伊甲董事长的位让出来给我坐。去啊！你较早毋是拢讲愿意为着我来牺牲？我是你的翁婿。翁婿即摆叫你做牛马，你就袂去做家咧。我叫你去对付道上，你就干要去？进去啊！大中，你不要你对待我。你哦，就是无电未成功啦。你若继续留伫林家，我逐天照三顿甲你电啊，电到互你金死死，出去！林大中，你莫想想要甲我赶，总有一天我会将你林家人拢赶出去。当然，安尼敢好？我是对我你唔好啦。哦，你把我当作是我刚才要坐咧办公室内底找恁去做当的哦。过去我原来是为基站二三做起的啦，这机械我真熟的啦。柯三，我嘛知影，你去工厂的机械哦，拢真熟手。啊，不过以柯三的身份，真正无适合来遮做粗工啦。啊，是啥物身份啦？
哦，你去给我当作是过去迄个干那会晓出一支锤当的哦。咱即马平平是天成制裁所的员工啦。啊，有啥物工作做你烦我做，难免客气啦。科长，无安尼啦，你负责干工啦，啊工厂哦，讲顺顺看看，啊有啥物唔对的所在，讲指点一下。阮大家做工过，唔再关系，对无？是啊，科长，像你这种老经验的来负责干工，安尼阮七头做起来嘛，较轻松，较有效率啊。别安尼哦。哎，你当主挑。即摆课上哦，要负责干干干，大家较认真个哦，卖无分心哦。知啦。课上，即麻烦你。大家这么尊重我过去的身份，却颠倒害我直接家叫家叫嘞。你过来。课上。课上，阿姐找我姐。我就想讲来去看卖，有啥物需要斗三工的无啦？科长，工厂即群哦，受过细骨啦啦，你是一尾大海啊，你唔着安尼大海受，安尼唔则我着发挥。你反悔啊？唔爱和我直接上班哦？唔是啦，科长，我唔是捌甲你讲过，我要开一间新的租务公司，我咧想讲交你来负责，唔知你的意思啥款？你讲对也唔对啦，你要开租务公司，要叫我负责，科长。我什么时阵跟你讲话无算话？讲生意哦，是你的专门客。我当然也好，我借着你的才华来替我赚大钱啊。好，你开租赁公司交我负责，我袂让你落亏啦。我绝对伫上短时间帮你做起来。科长，安就拜托你了。我即马才知影，人咧讲吼，甘愿做牛，免惊无厘通瓜啦。迄是恁少年人的特权啦，但我即个老婆。无资格甲人讲这個啦，科长，莫有白想啦，啊！李总，我应该科长讲，科长还以为我要做总公司负责人，是在甲公司笑。先生，啊，你真是要科长做负责人啊？是啊，顶摆你唔是白答应啊？啊！不过后来想想嘞，阵公司是新的公司呢，咱应该是要家己哦，将大细项代志拢稳定落来，再交予别人去看，啊，你们才开始当放心。你是无信任科长林的哦？我是无信任伊的威力。地主，虽然科长过去，事事敢若有淡薄口角，也毋过公司方面合作以来，伊嘛毋捌甲咱害过啊。搁再讲。我认为租赁公司总经理这个位上适合你啊，你袂记啊？顶摆进口印尼原木，嘛是靠伊介绍才会当成功的啊。可见科长对开拓海外市场一定真有经验。是毋是有适合？毋是你一个人会当决定的。我是公司的董事长，你随便尊重我的意见。李叔啊，我相信你应该是一个精明理的人才对啊。就是讲我无讲道理，好啊，无我问你，你准公司交伊去管，啊你嘞，你要创啥？我当事长这位你咧做？我袂抢你的位啦。我无咧稀罕这位，这是因为公司是你的，我唔知遐尔拼死。假使你家己唔知珍惜这间公司，那呢，我无需遐尔拍拼啊。公司空店，当需要真侪人甲咱斗相共，是安怎在用人的时阵，你都袂用个北长北较看的？对，我就是北塘的。你来对我这么不管，那你公司也理事，我都不爱管了。来，姐姐。是的啦，让你为中爸的代志在外家。新天，我认为你要尊重来主持。新公司的代志，我回去会跟我爸解释。已经是侬爸爸，我已经真感激啊。我绝对不敢妄忙，你把新公司交给爸爸负责。袂用的，我已经答应科长，我袂用讲话无算话。啊，不过，我爸若是做新公司的总经理，你甲李主席敢袂放心？这都要看董事长的心意啊。
你等黄老师面头前，你有话借来送给我。刘书记，这件代志你好好参详，唔免顾虑着阮爸。不管你最后做什么决定，我都会支持你。少年，咱爸仔好像就真久无安尼好好咧踅街啊呢。是啊，恁爸迄届哦，是我读初中的时阵呢。后来恁的生意愈做愈大，我根本唔敢唔忙，会当阁把我出来约会。想袂到，想袂到爸爸有机会阁陪你出来踅街的时阵，竟然是爸爸已经破产咧做佣人啊。爸，不要紧啊，安尼我顶多感觉足快乐的呢，因为你有时间陪我出来啊。少年，你放心啦，爸爸即马伫圣天遐，真紧就会赚到钱，把所有的本拢平转来啦。黄先生，这边阿袂甲你教乖哦。真爱波浪，真情沧桑，敢是注定你甲我今生今世无缘再相逢。